你已经跑了几个乡镇了？桃园头份。桃园头份都有。对的。那是都是哪一些朋友会找你去？因为一般大家还是习惯机械化操作，可能动作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友善农夫吧。特别安排哈，练习用牛来耕田的感觉是什么？很特别，很像在玩冲浪。哦，很像在玩冲浪。对，有点辛苦，平衡感要很好。OK， 冷不冷啊？不冷，一点都不冷。那你会不会怕田里面的一些虫啊？那些不会怕。